乙型肝炎病毒的 DNA 定量，我们把它叫做病毒的 DNA 定量，实际上它就是测血液里面，就是每毫升里面血液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病毒数量。 DNA 呢阴性的时候呢，那么不同的检测方法它的标准不一样，我们有小于100个国际单位的，小于500个国际单位的，或者说是现在比较标准的，我们认为它是不是阴性，我们乙型肝炎病毒是小于20个国际单位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检测下限，这就是所说的 DNA 转阴了，转阴了就是测不出来了。